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翟毅。因为一个建筑也是很强大的。你好，学生有优惠吗？快看一下。啊，好，行。这次秦始皇他在海边等另一个派出去找求长生不老药的人回来的，可是最后他们都没有回来了，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雕像。哇，这些做工真的是很精细呢。进去的话，自己带一个面包最省钱。三代版的贡茶，我们来试试看什么味道。包装做的挺不错的，便宜到有点可疑，才4块钱而已，是马币2块多的奶茶。哎呦，恐怖 ！Yes， 我们来到丹东了。这个是我住过最豪华的，你看。Oh my god， 我的救星洗衣机，太爽了！这间房间才80元哦，这是我们的钱，大概50块左右，而且很市中心。好了，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